北天祥了哟。哎呀，你说你这次出去住的一下午六天，我舍不得呀。我五六天就回来了，你要想我还不打。哎，你说这五六天没有你，我可咋活呀？这，哎，你对了，你把那个你屋里那个脏衣服，我给你交代的那个，你就放着就行，等我回来洗就行。完了，冰箱里的东西你吃不吃别坏了，而且不要吃晚饭，身体不好，自己要自己出去做饭。啊，听见了，你快走吧。完了，还有啊，这两天有点下雨啊，你不是你被冻着。知道了。完了，还有，你我没。没说完呢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怕你去晚了就迟到，车赶不上。哎，能赶上。完了，还有啊，你别总那个玩手机，你对眼睛不好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完了，还有啊。是，我知道了。